你的地。俾我嘅掌声咁大声系咪？一阵俾啲现场嘅咧要更加大声。咁我再嚟多次自我介绍。Hello 大家好，我系阿玉珍姐姨。咁咧先至系噶嘛，就今日我系今日嘅呢个主持人。咁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一个 S 分手大赛终极五强嘅唱游记。今日咧嚟到有啦，系我哋嘅第三站。咁呢一站系为咗边个而嚟噶？咁我喺台下咧就见到一位同呢个选手。好似樣嘅，佢係耶美斯 Max 嘅媽媽嚟，掌聲下先。OK， 咁嚟到呢一站啦，咁就圍繞我哋嘅 Max 啦，翻嚟佢嘅家鄉咁樣。咁大家就舉起好多噶嘛，咩宇宙最強啊，越唱越響亮，哇嗱你啦，係啦。即係而家唔係決賽啊，我都感受到個決賽嘅氣氛啊。我諗呢度你哋帶嚟呢五塊 banner 應該係其中嘅十八先嘅啫。因為仲有好多好多陸續有嚟係嘛？嚟咁咧嚟到呢度，未 Max 嘅地頭，咁第一首歌就要請 Max 上嚟唱噶啦 ，OK？ 歡迎我哋嘅耶美斯 Max。今天大家送上一首比較輕快的歌曲哦，接下來我們有機會跟我一起唱哦。你說的每個笑話，我都笑了，是你變幽默。我变快乐，好久不见你说话那么像从头从告诉你，我的心却沉思了。朋友们啊，亲戚朋友们，好，难忘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你说的你，紧紧跟你，一切都记得。一句话就一往情深。Thank you.
的叫声是一人唱一句就叫一下是什么回事？是叫样吗？欸，今天不是决赛哦，今天是唱游戏哦，所以大家都要开心哦，不是为了比赛哦。OK， 是现在啊，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应该来一点点互动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我们先不要说完什么，我们一人先选一位观众上台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有没有人想上台？我们先给一点 tips 哦，高难度的。OK， 多运动的人才上来，好了，运动中人，来，Nico，上位，来，举手，举手。来来，我们到台前去选一下，来来来，有吗？我选个女生好了，好啊，谁认为好啊？然后，艾文晨上来。啊 ，OK， 所以你控选到了吗？选了一个女生，我选一位好了，好不好？我选一位。哎，有人举手 ？OK， 我看有吗？有吗？好了，来来来，那位戴眼镜的帅哥来上来上。我在讲你啦，你是帅了吗？来，上来上。OK， 来到齐了，到齐了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所以有一位美眉，两位帅哥。OK， 你先坐坐坐坐。哎，多运动吗？这位小姐？没有啊，然后我们拭目以待。一看就只会知道她很常运动的咯。OK， 哎，困难，我们要请你扣出来做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你扣的看家本领，就是非常擅长的一个动作。然后我们就要叫观众这三位精挑细选上来的观众朋友啊，跟着你扣做这个动作，做的最好的我们交给你们去评分。OK， 你扣来，来，你放到台东中间。我觉得大家会做的比我更好。OK， 如果你扣做的好的，要一个很够力的尖叫声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你扣一二三，下身动作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够哎，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全女班，五强都是女生的，所以女生的魅力当然要更强一点。来，你控来一个真的是有一些女生的情怀在里面的，来，跟那个女生做，那被点名了 ，OK。我不会做啊。哎，那你擅长跳舞吗？不擅长哎。爸爸妈妈有是通手通脚的，因为有上跳舞课，肢体语言现在变得非常好。来，我们一二三一起下，一二三，我们 OK， 一个时间了，一个时间了。做你刚才那动作吗？跳硬舞哈，然后会撞到。要吗？一起吗？有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OK， 好了，一二三，哦。女生的线条全部都出来了，OK。所以哈，男生谁要先来？戴姐，这位叫什么陈啊？刚才万陈，万陈，哎呦万，来来来来，万众期待啊！大家是提名他，他一定是非常好。他跟你扣，他跟 Maxi 的感情很好吗？哎呦，我要听出一些端倪 ，OK， 来来来，还是要你要你扣陪你做吗？哎呦，要你扣，好了，你扣你扣。来哈，确定要做的一样哦，做的不一样的话，我叫他们丢东西上来。来，你做的比我好啊。OK， 一二三，下屁股，哇，下屁股，下屁股，下屁股，做的怎么样？很假的你。所以 Maxi 他平时很放得开吗？是的，平时很放的。哇，你应该再翘一点嘛。好，再做一次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一次机会啊。来，你做好了，不要再做。你扣会累耶，来一二三，下身转一个圈，哎，连续一次，一二三，下身，哎，再去，再去，再去，转，来跳，挺挺，要挺个屁股，OK 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，然后你不要为难美眉嘛，帅哥来，快点，你是谁？你是那美眉吗？就是他，你一看就知道他经常做动作运动的吗？是不是？哎呦 ，OK 来。一二三，下身，来个下身啊，很帅的下身，这样，然后转，来挺，哎，屁股站起来，你屁股吗？刚才我吗？你站起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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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妹妹，妹妹，来，妹妹 ，OK， 来，哎，你扣到哪去 ？OK， 好好好，来，妹妹来，嘿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是我吧 ？OK， 来，你帮一个忙，哎呦。OK， 来一二三，下身，滑一个圈，来屁股翘屁股，要翘，这是重点。OK， 哇 ，OK， 这三位都做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给现场的朋友们评分一下，来先这边妹妹，
所以你们做的最好的请给一个掌声。好，你两个男的，我现在给他们站住，他们腰在哪里我都找不到。你们也要这样。OK， 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来谢谢哈。好，那你第一位哈。OK， 来你来你来。啊，怎么成了啊？万成，觉得万成做的最好的，我们来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我今天上次没演唱会都行了。OK， 来，谢谢万成，谢谢万成。来，帅哥，帅哥。我都还没有讲。OK， 一二三。我现在听出来 ，Nico 跟 Max 觉得掌声比较强一点，应该是最后一位吧。最后一位帅哥，来，恭喜这位帅哥，来，我们送上我们这个决赛的入门票，送四张，还有我们今年的全女团的宣传照，谢谢，恭喜你。也谢谢这两位朋友，可以先请他们去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哦，他们也有票哦，就上来玩的朋友们都会得到票。嗯，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游戏 ，OK， 所以不要急哈。等一下派一些人才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。对对对 ，OK， 这两位累了吗？没有，我要在这边爆个料。爆什么？因为刚刚听到非常可靠人士的爆料。你谁？先告诉我是谁？可靠人。哦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么刚刚有一位叫万成的朋友。万成，对了，有吉利了。等等，你是不是上来？OK，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然后刚刚就听到，就是说这个万成哦，其实他等待这一天很久，因为他在这个时候跟我们的 Maxine 最漂亮的女生表白。你滚过来，你滚过来！我们几个给人摆上。等等等等，哎，你可帮我照顾 Maxine 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这边这边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挑今天？没有，就是我比较喜欢Nicole。哇，当然是，哎，Nicole讲他比较喜欢你，真的吗？哎，okay， 所以你在 N N Maxi 的事情，应该是从中学分区就开始了吧？没。不要发抖啦，不要发抖，真的真的，因为爸爸妈妈在都可以见证。没有啦。好啦，不要伤害他了啦，好啦，谢谢谢谢谢谢万万。
嚟马上打开。嗱，我哋嚟比赛啦，睇下边个最快吹起成支。咪老师，嚟快啲，嗱，嗰度搞掂啦，嚟啦，快啲嚟啦。嚟比我快啲嚟，嗱，嚟快啲，快啲，快啲。大家差唔多啦，嚟嚟嚟，睇下先。咁样啊，嗱，攞到嘅朋友咧，如果你有多系吸俾后边嘅朋友嘅 ，OK 得。啊，吹起 ，OK， 吹起先 ，OK 啦。啊，那接下来呢？你们要陪我一起唱这首歌吗？好，接下来其实想带来一首英文歌，我本身非常喜欢的一首英文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Reading Love， 送给大家，谢谢。You kept me up from the night